这个游戏名字叫做鸡丁，在干什么？吃虫？哇靠！哇，好黑欸！瞄准，开枪枪，补子弹。这是出车祸吗？在黑暗隧道中求生存。灯？没有灯。靠，这真可以打哦！等等，小声点。怎么虫卵哦？怎么没有灯啊？不能跑，这什么啦？他没有全部做 3D， 这个图片代表说这边地上都是虫蛋就对了啦。啊？然后画面是有格状特效，有点看不太清楚。哇哦，我。啊！是补血，好多虫哦！不喜欢玩这个游戏，我不喜欢有虫。是毒气吗？该怎么？我觉得这个游戏好恐怖哦！要从哪边走啊？干！靠北！怎么？这个游戏让我光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身上就是那个叫什么鸡皮疙瘩，他妈最讨厌虫子了。这边怎么过关？没有路啊！开门啊！是打大蟑螂游戏耶，这个是炸弹吧，不要吵。那死了还会慢慢的冰刀，这游戏的效果已经够了。跳上来的都不是怪物，是大蟑螂。我觉得这主角应该开个灯啊，看有没有开灯键啊，场面太大了，太恐怖了。这是不是刚刚火烧的地方的后面啊？靠北，不会吧？要下停车场下去地下一层啊！这个都是密集恐惧症，都是什么狗游戏啊？换关吗？这能不能调亮度啊？大蟑螂爆出来！有没有看过这其他人玩这个游戏有调亮度的吗？这什么东西？他妈的，大蟑螂！我跟前面靠北！打这个吧。怎么过啊？走过去啊！
他妈咬我！你妈的！你有没有补血啊？我已经看不见了。就是说我撩血越严重，我脸上虫虫越多了。有没有补血？打不到、啊。哎，有了有了！你把脸上的虫虫清一清。我这个游戏的主角故事是什么啊？我真的是出车祸，然后想说要走捷径，然后就遇到一堆虫虫吗？这游戏真的是朴实无华的恶心呢、欸。这要打多久啊？我靠、欸，这寸步难行呢、欸。哇，打发卡住了，这是哪里啊？看，我后面明明有路，为什么突然变没有路啊？看不见了。啊！被吃了！他这一路有十几只苍蝇，要慢慢清哦。不是可以不用打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果然是进来之后就回不去、欸，哎，这是关卡吧？可以直接冲过去吧？在这边，路在这边。看得见了，妈的！换关之后会补血吗？哎，会耶！赞赞赞！刚那边全部清完，我觉得要至少要十分钟吧。这靠背。不清也不行啊，谁知道他会自爆啊？这路越来越小哎、欸！啊！嗯、欸？这什么关卡、啊？我怎么一直就走同样的路，然后往下掉啊？虫子来的地方没有啊？这关就是连续走三条一样的路啦，然后你就过关了。变亮了，变亮了，至少变亮了，补血变多了。大蜈蚣哎、欸！干，我不能跑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三、四，打一发他才掉一片身体而已，我要打到他身体掉光。煮了，哎、欸，这好像不是蜈蚣，它是很多只小虫虫，然后组合在一起哦。我越来越不懂了。
么东西啊？这边怎么已经有死掉苍蝇了、啊？这是小 boss 关吗？没了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再长一点，然后变成说后面有一只超恶心的巨怪巨虫跟你拼了这样子。也许应该就逃出去了吧？还要讲什么？玩起来非常的毛骨悚然。这个游戏名字叫做《超级玛丽兄弟》，但是有点不一样，只有一个人能玩。我要跟任天堂用头对冲，跟他拼了，用头撞他的水泥墙。靠北，怎么开始？开始了 ！Let's go to the town！ 哇哦，过关而已嘛。哎、欸，这个画面怎么特效做这么好啊？靠北诈骗，应该不是暴怒 game 吧？嗯，哎，这个游戏的动画做得太好了吧？奇怪，他花费这么多心思在上面，怎么没有路啊？恐怖 game 吧，我被卡住了。啊，我的棋子嘞？哦，按一可以跟 NPC 讲话，这模组也太好了一点吧？NPC 嘞？嗨，你好，比欧。Hello， 马里奥，欢迎啊！来到了什么蟾蜍村哦，还是香菇村？我很害怕，你的复制人一直在猎杀我们，拜托救救我们，我们需要你。风沙小，复制人，蘑菇城镇什么鬼啊？怎么听不懂啊？我的复制人不是路易基吗？害怕了吗？外面那是库巴吗？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刚按住！哎呼 ，Here we go！ 那是谁啊？什么幽灵世界吧？我数了，只能下去。噔噔，什么肉墙壁啊？观众，你妈的！跳不过他、欸、我只能冲哦。因为我这次好像跑比较快哦，是不是按住了什么 shift 之类的？哎，要打库巴吗？哇，这个特效做太足了吧？库巴城堡，什么东西？哦，要踩一下。啊！对啊，他怎么做的这么用心啊？我前面又没有公主要救我，这么大费周章干什么啦？我要救的是他妈的垃圾奇诺比欧呢！傻子吗我？
哟，好肥哦！哟，这不是演什么啊？他被马里奥怪物吃了，全部被吃了，我的坟墓。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是这眼沙小被埋了、啊？感谢你的游览，没有意义啊！是什么诅咒马里奥的垃圾故事啊？看，他又自创了一个什么马里奥复制人，然后会把大家全部杀光。真的，画面精致的垃圾是真的。他那个画面关卡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做的非常精细，吓人一跳。我们猜猜这个游戏叫什么？贝利史给里。贝克润，搞不懂是什么垃圾啊？是要干嘛用的？这个游戏是免费的，不过我觉得没有玩的必要。啊，干嘛？就一直探索吗？它的游戏特色是什么？没有。最纯正的贝克润。可是他说 very scary 呢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期待些什么？有鬼耶、欸！我可以关游戏吗？他这个哦，这里啊，喂。那如果有什么搞笑要素在里面，我是觉得应该还蛮有趣的。可是这个好像非常正经的贝克润吗？耶耶耶耶 ！Rattle and boys， 我打不过。有搞笑要素了啊！不要酒驾啊、哦！非常搞笑，赞赞赞！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等等等，他就是要提醒说不要酒驾哦，要不然你会到贝克顿被骷髅头开枪哦。